我叫王子，今年28岁，平常喜欢运动做饭，年薪也算可以看，不出意外的话30岁以前可以有自己的房子。先生，你的鞋带掉了哦。没关系，我就喜欢不绑鞋带。谢谢你。哎，只要看到女生我就害羞胡言乱语，已经单身5年了，你们说怎么办？还是你可以试试交友软体，先练习跟女生聊天啊？可以吗？我会不会又说错话？不会啦，拍拖 APP 是文字对话，不用及时回复，就不会那么紧张啦。哎，你不是有养狗吗？大头贴放你跟狗狗的照片，可以跟爱动物的女生多一个话题哦。而且女生看到萌萌的宠物都没什么抵抗力啊。干嘛干嘛，很了解吗？没有啦，听法拉利哥说的啦。那我要做 VIP， 更多机会配对。不错哦， VIP 可以增加条件筛选，提高配对精准度，也可以看到谁喜欢过你，更好找到适合的妹妹哦。Hello， 你的狗狗好可爱哦。有了有了。最近怎么都没有王子的消息？听说他跟那个果果女孩有进一步的发展，最近忙得很。哦，难怪，好一个重色轻友的王子。我也重色轻友啊。你一生很友啦，重色轻友。